周边房屋，里面没人，知道了。注意周围情况，扩大警戒范围。 杨延吉，急忙干嘛？坐，不坐了，有两件事情跟你汇报一下。说吧。第一个事情是杨延吉的这个案子，公安厅现在的结论是他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方队刚才给我来了电话，说他们收到线报，已经冲击了一个嫌疑人的据点。第二件事情是今天上午我跟小英去找了杨延吉的爱人杨淑芬，情况怎么样？他目前的情绪还比较稳定，毕竟分开这么长时间了，他对杨延吉的怨恨也少了一些。刘姐，您还不知道。 杨延吉和他爱人分居已经快一年了，这个杨淑芬不是他第二个老婆吗？对呀，但是前一段时间杨延吉和他的前妻又有往来，为这件事两人闹得很僵，此后杨延吉就很少回家了。还有这么一出？哎，今天上午的谈话情况怎么样？我认为杨淑芬和杨延吉的案子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他和我们说了他的一些想法，但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我敢肯定，他对杨延吉的所作所为是的确不知道。 但是，什么？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线索。他说他在清理杨延吉的遗物的时候，没有发现他送给杨延吉的一个掌上电脑。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应该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物证之一。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电脑呢？我也问他了，杨老师说，这个掌上电脑他是托他的朋友从香港带回来，作为他们的结婚周年礼物送给杨延吉的。 对他来说很有纪念意义，我相信杨老师不会说假话的。嗯，安迪，对不起，我迟到了。路上堵车了吧？哎，堵得太厉害了，过不来啊！哎，点菜吧。我都点过了。啊。 你听说检察院找了杨延吉的老婆了吗？没有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就上次。我记性不差。你听着，有个叫许涛的，是你同学。是啊。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了，毕业之后也没太多联系。 他也从来不来我那地方，也就是每年同学聚会碰碰面，平时打打电话。嗯，有往来就好。这两天你约他吃个饭，把有些情况问一下，机灵点。爹，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电话卡，你看看，买来了啊！谢谢你啊！谢什么？哎，嗯，家里好好的电脑你不上，非要到外面来，你有病啊？你才有病呢！你们家的电脑啊，框架早就被停了，说不定连号都消了呢。不会吧？真的没有人通知我？谁骗你呀？你啊，肯定不知道把那通知扔到哪去了呢。哎，嗯，我给你打个电话，看什么号码？好。哎，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来得及告诉你吗？ 通了吗？没有。喂，哦，阿强，什么事儿吗？我还在江路，今天公安找到我住的地方，他们拿走了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要不要紧？没什么用，我只是担心我们内部人出卖我。我明白了。哎，你怎么还没有去外地啊？你给的身份证太假了，没上飞机就给拦了。怎么了？刷脸的号码我也没细看，太不专业了。我现在还没怎么在店里，安顿下来以后联系。就是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我知道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你就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明白吗？知道了，余总。进来。现在还没有离开江州，公安已经在抓他了。坐吧。哎，这个事情我知道了。据我所知啊，这次公安局的行动是有人提供了确凿的消息。阿强说，我们内部有人在出卖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可是我想，除了你、我，还有伟忠、李可，还能有谁呀？是啊，九哥，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查清楚。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是从杨延吉身上找到的，其中的数据我已经全部看过，有用的部分我全打印下来，请九哥过目。这是什么？是杨延吉在外边的时候写的东西，其中还提到了您，还有李可。东西啊，留着也没什么好处，你就把它处理了。我明白了。哦，对了，九哥，李可给你打电话了吧？打了。不是说晚上吃饭吗？是啊。他的那位朋友不简单呢，您真应该见见。嗯。嘿，你急了吧？是啊，等半天了。开玩笑，喝点什么？咖啡吧，就普通的，没你那么讲究。咖啡。最近很忙吧？最近事儿多点，比较忙。你怎么想起今天请我喝咖啡啊？指定有什么事想请我帮忙吧？哎，你可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是想在你最疲惫的时候给你来一点精神上的按摩，让你有更强的斗志去投入战斗，你知道吗？啊，好，那我要看看我们沈总给我什么样的按摩。事先声明啊，违法犯罪的事儿我可不做。待会儿啊，我介绍两个美女你认识一下，怎么样？你瞧瞧你这德行啊，说起美女这口水都快下来了，有点像皮条客。我是皮条客，我是皮条客，那你成什么了？啊，好，兜圈子绕我。哎呀，哎，李可，来，请坐，请坐，这边。坐吧，请坐。这位是？这呀，是我朋友，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啊，你好。哎，
这是朋友沈伟忠，他可是江州市最大娱乐航母的董事长。哪里哪里，你好你好。介绍一下。啊，我还是你介绍吧。真巧啊。哎，你看，碰到美女语无伦次了吧？我同学许涛，现在政府部门工作，处级干部，身高一米七七。你才一米七七。 行了，别说了，您喝点什么？咖啡吧，你是不是刚刚才到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咖啡还没上啊。你看，人家观察的多仔细呀。行了，你别闹了，怎么就没人请我点单呢？哦哦，对不起对不起，你喝什么呀？我要咖啡吧。哎，对了，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笑得那么放荡。放荡。哎，哥们儿，你说要不要把刚才那个事儿再告诉他呗？算了，别说了啊！小姐，咖啡啊！如果我们能争取把江小姐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嗯，对于我们妥善处理手头上的这大笔钱是有帮助的。你说的有道理，这个事儿要好好研究一下。要是让李可出面。 他能不能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的手掌里？还有一件事情，九哥，什么事儿啊？这个阿强啊，还在江州，他没有走。 迟早他会让公安局和检察院把他找到。既然他没那个本事逃出江州，我想你就帮他一下。实在不行的话，你就。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哎，你们俩真的不去唱歌了？嗯，我就不去了，我明天还上班。那我也不去了，那种地方我也不大喜欢。不会吧？你们两个已经有约会了啊？你们去吧，玩得开心点。重色轻友，你晚上会回来吗？你说呢？ 天气不错，不冷。走走好吗？好。你真的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吗？对啊，嗯，可能跟你专业一点。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李总，哎，好，那你久等了。哎呀，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哎，沈总，这边坐。哎，好嘞，来，李可，你坐。哎，李可，啊，九哥在云顶山庄等你，他好像有事儿找你商量。过会儿再过去。可以。 只要你不忘就行了。你们谈事儿吧，我去蹦迪去。李总、沈总，你们慢慢聊。哎，好好好。李哥，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呀？哎，这事儿啊，我得好好跟你谈谈。 没关系，我也该回去了。你还。
你还有事吗？没什么大事，我是想问江小姐，你是江州人吗？是啊，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那你的父母现在应该都在江州吧？我该进去了。好，再见。再见。 早饭好了。好，走吧。哎，你下去吧，我来叫。好。老爷子，吃饭了。哦，好好。嗯。 吃吧。好的。李可姐，这是你牛奶，趁热。放了健康糖吗？哦，没呢。我不知道你要放几包，在这儿。李可。嗯。李可。嗯。你那个朋友叫江。江颖。啊，江颖。嗯。他的可信度有多高？你说他呀，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特了解他，他人啊。 又聪明又能干，后来还出国了呢。他为什么出国？你说呢？现在谁不想出国？我还想呢。笑什么？没事吧？李可，嗯，这可不是说说笑笑的事情，这要很谨慎的想一想，这牵扯到一笔很大的资金。 江颖，他选的这个项目，会注入他的利润是很可观的。不过，这可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明白了，你呀，是自己想把那笔钱转出去吧？哼，聪明。现在。 这就要靠你从中的把握，把这个江颖牢牢地控制在手掌里。你明白吗？明白。我呀，其实已经跟江颖谈过了，他说啊，可以通过一些投资公司来操作。我想，不出半年，咱们啊。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到国外生活，那是以后再考虑的事情了。现在啊，你就要尽快走，把这个江颖为什么要回归的目的搞清楚。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 你好，哎，这么巧啊！你每天都锻炼吗？在国外习惯了，再说咱们江州的青山绿水那么漂亮，浪费了多可惜啊！是啊，那个，待会儿有时间一块儿早餐吗？恐怕来不及了吧？哎，这样算我欠你的，下次有时间你给我打电话。好，嗯，拜拜。哎。 不得了了，那别死人了，那哎，不死人！去大哥，来，去，真的，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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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回事？你看，你先往后退点。江姐，带电话了吗？没有。那赶紧找一公电话报警。好。老太太，先往后面靠一靠啊。简单的现场补录，你就可以回去了。警察同志，麻烦你先把他带到车上坐吧。好的，那我先过去。好。你怎么了？不只是我，老王一会儿就到了。为什么呀？来看看你的漂亮女朋友呀。我吃醋都不行。好了好了，不跟你瞎扯了。刚刚接到市公安局通知，这里发现的无名尸可能是我们正在追捕嫌疑人陈立强。他们让我过来看看，是吗？经研究，关于杨延吉一案，我们正式成立系列案件专案组，把一系列案件进行串并侦查。目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根据省厅提供的枪弹检验报告以及我们对死者陈立强住所的突击搜查，发现有一件物证是符合的。小王，你出示一下。这是从死者陈立强的住处找到的，左手手套被打穿了一个洞，而这个洞就是在枪杀杨延吉的时候用来消音的。手套的成分和现场留下的手枪里面的微量物质完全吻合。另外，我们也已经确认这副手套确实是陈立强。在前天的追捕中，陈立强逃出了我们的包围，但是今天上午我们却发现了他的尸体，这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我们的对手消息很灵通，手段非常狠毒。我大胆地做个推测，这后面隐藏着一个有着深厚社会关系和实力的犯罪集团，甚至有可能跟我们的内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刘姐，你说呢？我完全同意方队的意见。我们的对手非常隐蔽，非常狡猾，而且心狠手辣。今天我们成立联合调查组，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一举拿下这个案子。好，同志们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找刘检都可以啊。Thank you.
可，出什么事情了？这么严肃。影子，你告诉我，你这次回来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了？为什么问这个？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当然是了，至少目前来说是这样的。那你要对我说实话，我需要你的帮忙。帮什么忙呢？你先告诉我，你值得我信任吗？如果你连我都不信任的话，那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人值得你信任了。是的，我谁也信不过。你可以相信我的。这些年我真的过得很害怕。告诉我，你害怕什么？上次你问我男朋友是谁，我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不敢告诉你，我怕你瞧不起我。其实我早就知道了。那你不会笑话我吧？怎么会呢？那年你去了澳大利亚，我进了天湖房地产公司。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李总他天天给我套近乎，给我送花，给我好的职位，所以你就稀里糊涂的成了他的人，是吗？对。可是我没想到，李天赋竟然为了一个项目，使出那么卑鄙的手段。就是为了一个高尔夫项目，他向信托投资公司的杨延吉要了5000万的资金，还把我转让给了杨延吉。从那时起，我就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从这些男人手里面捞钱。我要赚足我后半辈子所需要的。现在我是九哥的人了，他们现在谁都怕我，都要让着我。这很重要吗？我看你是疯了。那你现在要让我帮你什么？想听我的打算吗？我希望你能帮我，真的。好，我帮你。可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你我都会像陈立强一样的下场。陈立强是谁啊？就是你早上在湖边看到的那个死人。你知道这些事情都是谁干的吗？就是你那个九哥。对，李九深、李天赋，还有那个沈伟忠，他们贪污了1亿多呢，最后就嫁祸给了杨延吉，最后杀人灭口。钱真的这么重要吗？让他们这样铤而走险，他们不这么做能保住自己吗？丢卒保车，你懂吗？那你想怎么做？李九深不是想把这笔钱转到国外去吗？他昨天晚上让我来打听你的底细，我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和你联手，等他把这笔钱拿到手上以后，再来个釜底抽薪。你是想让检察院的人来对付他们？对，你干吗？你这样做考虑到后果吗？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我想只要我们以守为攻，不露出破绽，他们是不会怀疑到像我这样一个女人的。哼，他们从来低估了我们女人的智商。你是怎么搞的？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这么干的吗？我是让你想办法把这个人给运出去。这倒好，把事情闹这么大。九哥，您别生气了。是我的过失。你说，是我去自首还是你去自首？就这么一点事情，你们就办不好？你们也想得出来，怎么就把个死人给扔到湖里，
怎么就不知道扔到江里去啊？我，猪脑子，是猪脑子。谁办的？我交给伟忠了，可伟忠又让他手底下看场子人去干的。伟忠呢？把他叫来。我马上去叫。不用出去，你手机呢？哦，对，手机。等一等，伟忠手底下那几个看场子的人在哪儿？是不是也得处理掉？我会想办法的，九哥。啊，喂，伟忠啊，我和九哥在夜总会，你干爹要马上见你，快过来。事儿，哪儿那么多废话？过来！我马上就出来，你来接我啊。好，一会儿见。出什么事了？例行检查。啊，这是我的证件。你们可以走了。啊。
现在你手底下那几个人还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呢。你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摆平了。九哥，您就别再生气了，啊！你放心，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哎。自己想办法了。那两个人可靠吗？嗯，可靠。西面伙计是本地人吗？一个是，一个不是。这样吧，那个外地的，想法让他到公司去躲两天，叫他千万不要出去惹是生非。那个本地的嘛，明天就叫他到公司上班。他本来就在这儿上班的，是保安。你懂个什么？你懂？找机会把他们都送出去。好的，我听你的。沈总，有人找。谁呀？李小姐。让她上来吧。好的。这儿怎么进去啊？我也不知道。我下去看看，你在车上等我。哎，你当心点啊！戴上耳机，随时保持联系。有什么事我去救你。你救啊？当然了，去吧。进来了。我现在在二楼，找到总经理办公室。
小静，这个李总很无聊啊，点击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站？哎，你说我要查几天的历史记录啊？一个星期的够吗？快点，怎么样了？快点啊！别着急，我再找，应该是在这一天。使者没骗我呀！快点，他们来了！快！我知道了。